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。品味决定生活，我们决定品味。关注时装男士杂志。今天因为我们拍的是在北京那个 Go Car 的一个地方，它有很多的赛车，但我没有机会开。把时装跟运动的那个赛车连接在一起，挺新鲜的。希望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男人的象征吧。